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台北市的邵载梅，今天很高兴能来到山西省晋城市的岱阳古镇。刚下车的时候啊，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古镇。走在这个古镇里面呢，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石一瓦、民宅楼阁，在在都散发出历史久远的这种年代感，而且配上北方的秋天，有一种很萧瑟的感觉，跟苏州江南以水乡为主的这个园林古镇啊，完全不一样。发现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这个活古镇。为什么呢？里面呢有很多居民呢是实际住在这里的。那走在路上啊，一家店老板呢张口就来一段戏曲，或是表演一段段子，让你看得津津有味。然后走在路上呢，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路边实际的这个晒太阳，然后邻家养的小狗呢，在那里追逐。那很多老太太呢，在那边穿针引线，眼前一幅幅和谐的画面，仿佛呢自己也是身为其中的一份子，融入其中。